我给你请了半个月的假，你这半个月之内都不用去上班了。什么？你给我请假了？还请了半个月？你凭什么给我请假？你太过分了，我还有20天就要考核，你给我请半个月假，我怎么练习啊？你觉得你现在还能做甜品？不能，我也可以在旁边看其他人，用心记，用眼睛做。假我已经请了，说什么都没用，这半月你就在家里养伤，我这都是为了你好，别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。你才是狗。踢我就解气了？根本就不解气，不想看见你，真讨厌。这个女人。将浓缩柠檬汁与清水以1:10的比例调兑好。看了1个小时的视频，好累啊。不知道冰箱里还有没有牛奶。楚飞远，你怎么还在家啊？你今天不用上班吗？不去，这几天陪你。你觉得我不查清楚你和那个男人的关系，我会放心你一个人待着？我又不会去找他。你喜欢他什么？说，让我听听你喜欢的人够不够优秀。我不想说。没关系，你不想说我会查。随便你，我没做过出轨的事，我问心无愧。那样最好，否则我要你们生不如死。你苏安乔，你猜猜谁来了？楚飞远为什么叫得这么可怕？难道门外是他叫的什么人要来教训我吗？嗯，跑什么呀，这会儿知道害怕了，不是说问心无愧吗？你想干什么？不干什么，让你看看我叫了什么人来而已。楚飞远这么急匆匆的，到底是想让我看什么？少爷，少夫人的东西都送来了。啊，你们这是？你们少夫人知道我给她送礼物，太高兴了。少爷和少夫人感情可真好。别给我丢人了，看看你的礼物吧。这是全套的烘焙和甜品设备。这段时间就在家里练习吧，没有人催着你，你可以慢慢做，只要别再伤到手就好，省得你再说我耽误你转正。谢谢你。把这些东西搬进餐厅摆放好吧。这套设备很贵吧？其实你不用为我做这么多的。就当是我不小心弄伤你，给你的道歉礼物吧。我给你做几个蛋挞吧，让你尝尝我的手艺好不好？你的手没问题。可能会慢一点，但是我可以做出来的。好，做好了，我马上给你端过去，你等。哎，你干什么？你手不舒服，累了半天了，我来端就好。好，蛋挞有点烫，你吃的时候小心一点。怎么样，好吃吗？嗯，不错，比我想象中好多了。没看出来啊，乔妹，你还挺有天赋的。还好了，只是练习比较多而已。以后你还想吃什么都可以告诉我，我可以做给你吃。